念具足十法界无虚言，动一个妄念，打一个妄想，就变出十法界出来了。这个我们在前面讲过很多。十法界从哪来的？妄想来的。六道轮回从哪来的？执着来的。离开执着，六道轮回就没有了；离开妄想，十法界就没有了。十法界没有了之后，现在这个境界是什么呢？一真法界，法身大师居住的所在，破一品无明，正一分法身，入了诸佛如来的法界。普贤行愿品里面所讲的不思议解脱境界，你就入这个境界。这个境界就是华严讲的一真法界，西方极乐世界是属于一真法界，就入那个境界。刚才讲那个境界里面要到证得究竟圆满佛才算成就，否则的话这四十一位菩萨无明没有断尽。菩萨这个等级是从他断无明多少而说的，破一品无明初住菩萨，破二品呢二住菩萨，破了十一住那你就是初行位的菩萨，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是这么样分出来的，破无明多少而说的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。